蓝屿住了一个月，然后写的歌。然后你知道蓝屿的气氛是什么？就是非常 laid back， 非常 chill 的气氛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在玩水，然后就看到一只鱼，那只鱼的俗名叫做木瓜鱼，如果你想查，可以查看木瓜鱼。然后看到它在海里面游，好可爱。然后就想着那只鱼，然后这首歌就蹦出来。然后所以其实它是写给鱼的歌，那同时是写给自己，希望自己就喜欢的事情就勇往直前，猜猜看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？做得到无所谓，做得到它很好。那。社会，你在说你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开玩笑。
所以。